Hola everyone, 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圣诞节，是全世界最平安、最喜乐的日子。今天我带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斐济的圣诞节。我们今天是跟我们教会华人教会跟本地的教会合并在一起度过这个平安喜乐的这个圣诞节。我带大家跟我一起享受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啊！走。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个牧师给我们讲解了这个Christmas 的这个由来啊。我们确实现在已经把这个圣诞节变了味，变成了一个吃喝玩乐的日子。实际上呢，是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诞生的日子。牧师重新给我们讲了，让孩子们也学习了，让我自己也重新认识了耶稣基督。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吃饭。 Merry Christmas。 好了，我们来看斐济人做的酪物啊，怎么做的啊。Oh, nice. Very hot. Every time we have a great holiday, we will do this thing. Wow. Nice. Wow.
有点像中国的那个叫花鸡。For YouTube, not YouTube. 哦。哇哦！哇哦！哇哦！Nice. Hey, what's up, Bombat? Oi, oh, show.看这个路，下面就是全是石头 ，stone。他是先把这个木头点燃，再放很多石头上面，石头烧得非常烫的时候呢，再放上这些已经制作好的鸡啊，还有 sweet potato， 就是那个红薯，还有芋头，主要是芋头，芋头特别多，还有鸡也特别多，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肉类，就放在这个石滚烫的石头上面，三个多小时啊，通过三个多小时，在上面弄上这个泥土，还有各种保温的这个芭蕉叶，香蕉叶都放在上面，就用这个布盖上焖，就连续焖大概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就熟了，非常的烫啊。你看他们一边用手蘸着冷水，一边往里面往盆里面装，哇，非常烫，看起来味道非常的好。看下面全是石头，这是椰子，椰子是椰子那个磨，椰子磨要炸过椰汁汁啊，炸过椰汁汁啊，这是很好的肥料呀。这个白色的就是椰子磨，他们所有的这些鸡啊，还有这些都会加入这个椰子的，椰汁，加上椰汁，还有那个椰子磨，它就会有椰香的味道，所以说特别香，闻起来也特别香，吃起来也特别香。哇，我才发现一个更加疯狂的东西。是整个南瓜，哇，哇哦 inside coconut给我们灵魂都有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来祈福做地上的食物，也祈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到明年，我们每一个都是得到主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